又係去到我哋。Cookie 啊，做乜你咁大汗咁啫？唔係啊，我今日淨係煮咗餐飯啫嘛，已經成面都係面油啦，唉，好煩啊！唔怪之得啦，梗係你屋企個抽油煙機有問題啊！可能係渣得滯啊，有咩好介紹咧？介紹就介紹一位至高無上的電器博士俾你認識，咁咧佢就會話俾你聽抽油煙機有幾咁靚幾咁犀利。我哋至高無上的陳國文博士，陳博士，唉，你好，你好，你好，咁我真的要靠曬你啦，唉，有咩好介紹呢？其實油煙機啊，大家都認識㗎啦，係咪？大家每日入廚房都需要油煙，油煙機將嗰啲污濁空氣抽走嘅，必須㗎啦。咁我考下你哋啦，咁你知唔知油煙機分咗幾多種類啊？都是嚟嚟去去嗰啲嘅咯，喺上面吸走啲煙咁樣咯。係啊，吸走啲煙油啊，唔好咁大聲，唔好咁嘈就得㗎啦。咁點解正話你煮食嘅時候會成面油咧？係啊，我都唔知啊，可能係咪啊？我知道風力唔夠大，係咪咧？好多種原因㗎。咁啊，其實油煙機咧就分開咗好多種唔同嘅種類。哇！咁啊，比如我哋有大家香港人，香港人比較多用嗰種咧叫做台式。係。咁啊，另外咧一種叫做歐陸式。Island 的煮食地方在中間掉下來的，是亦都有一些叫抽拉式，有些陷入式，所以是有很多很多種不同，是啊，博士真的款式有很多，而且我知道的設計就越來越美輪美奐，不如你跟我們每一種款式都稍微詳細一點再講一下好不好？什麼叫台式呢？好啊，台式就是現在我們香港一般比較流行的簡單啲嘅，同埋好容易操作嘅，即係一般家庭而家用緊嘅都係台式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如果你話我要配合廚房嗰個裝潢啊，配合廚櫃啊咁樣咧，咁啊好多咧要用抽拉式啦，或者係要用煙道式啦。咁抽拉式因為佢配合翻嗰個顏色，嗰個要配合翻嗰個廚櫃嘅顏色，係完全係睇唔到嘅。你一拉佢出嚟，咁佢就可以開著咗機啦。推翻埋去，咁佢就變咗個廚櫃咁啦。咁啊，煙道式咧係一啲比較高檔啲啦。咁佢亦都係配一啲高級嘅廚櫃啦。咁佢係有好多唔同嘅形形色色嘅油煙機，價錢亦都有啲好貴，亦都有啲好相宜嘅。咁問題上你就中意邊啲，你揾邊啲。係啊，因為其實咧香港地方比較細嘅，尤其是廚房啦。有時除咗咧就個大細之外咧，可能煮飯咧可能會撞到個頭嘅。係啊，咁仲有咧，而家除咗一般油煙機之外咧，我哋要考慮到節能啦。即係呢個環保嘅概念啊，環保概念啊。另外一啲咧就係因為個聲音嘅問題咧，要咗一啲叫做好似分體冷氣咁，我哋油煙機就有分體㗎。我哋將個抽油煙個部分咧就喺個廚房裏邊。而嗰個摩打咧就帶咗去窗口外面，咁變咗啲聲音咧就唔會喺個廚房裏邊散發出嚟。呢個真係好喎，啱曬我哋香港嘅人。即係最大嗰兩用效，即係嗰兩用效力啦嚇，即係又唔好咁嘈啊，或者吸力又大啦，同埋清洗又要乾淨。咁而家仲有一個最好主要嘅問題咧，就係個抽力咧，亦都好多時我買抽油煙機去睇嗰部機嘅時候。你覺得啊，都幾好力嘅喎咁，但呢個翻屋企咧就覺得又冇曬嗰啲力嘅咁樣，點解咧？咁原因咧就係因為你裝咗個部機之後咧，嗰個安裝嘅時候個抽油煙嗰條喉啊，我可能有啲轉彎抹角啊，即係影響咗。係啊，佢每轉一個彎咧就會降低佢嗰個抽力㗎啦。咁如果轉得彎多，或者係你嗰個住嗰個地方係好高好高嘅高樓大廈上面嘅幾廿層樓，大風有頂風嘅情況，係咯，嚇咁所以你哋根本上係抽咗個嗰個油煙咧，你抽唔到出街嘅。咁所以而家個新嘅油煙機咧，亦都我哋叫做龍捲風，有個系列叫龍捲風。咁龍捲風係乜嘢嚟咧？其實佢哋一種新嘅技術咧，用二極嘅摩打。係做到四極摩打個效果，因為一般嚟講四極摩打咧，佢就係聲音比較細啲啦，但係佢個抽力咧就唔夠。咁我哋用二極摩打咧，咁佢本身個聲音會大啲嘅，咁但係個抽力就好強。咁所以我哋又用新嘅技術咧，將二極摩打咧變成壓縮咗，做到四極摩打咁嘅聲音量。而個抽風力咧就根據你嗰個實際嘅環境。比如你都好大風嘅，有頂風嘅時候，咁佢就會自動加速。又或者你嗰個轉彎會鬼多嘅，咁佢就會將嗰個馬力自動加強。係啊，博士啊，啲抽油煙機馬力有幾勁咧？不如示範下啦，好唔好啊？好啊，嗱，就試俾你睇下，嗱，拎下幾重。
哇，都好重下喎，但我唔明邊個煲做咩咧？係咯係咯，你好，點咧？開零下機佢。嚇！哦，你想吸上去？哎呀，好得意啊！真係吸得好實淨喎。你試下試下。哇，都幾難先掹得翻出嚟嘅喎嚇。咁咪又吸翻上去，又掹翻落嚟，又吸翻上去，係啦。哎，好得意啊！哦。哇！啲吸力好犀利喎！因為呢個係一個龍捲嘅設計，佢啊越強越強。哦，如果你係有嗰個頂風啊，或者壓力加大壓力嘅時候咧，佢就會增加壓力嘅。哦，咁啊吸得更加穩陣。係，但係博士啊，呢個龍捲風式嘅抽油煙機，我仲有個疑問，係咪冇嗰啲油杯滴得出嚟咧？咁樣其實有㗎，嗱，好簡單，打個蓋。你就可以開到呢個哦，油杯，佢啲油已經到時會停咗呢度，咁啊清洗淨洗呢個同埋呢個位置就得啦。係啦，好簡單。咁就啱曬啦，尤其是咧，我媽咪即係老人家咧記嘢好難噶嘛，呢啲咁容易一撳個掣就可以清洗啦，我一定要送一部俾我媽先得。睇完博士介紹咧，真係啊，而家啲抽油煙機嘅設計咧越趨向美輪美換啦，更加咧仲有啲嚟緊啊，有好多嘅智能式嘅抽油煙機啊，真係要將來博士有時間咧同我哋逐一介紹。好啊，下次啊，下一次我介紹更加新嘅俾你哋。多謝曬你，陳國文博士。今集的問題就是啱啱示範的抽油煙機系列有以下哪一種呢 ？A 龍捲風系列 ，B 颱風系列。知道答案的就聯同答案以及回郵信封寄嚟亞洲電視。答中而又被抽中的朋友就有機會得到由德國寶所送出的自家製簡易輕鬆煮食譜一本。每集的名額是有五位的，仲快啲寄信嚟參加。較早前的答案就是 B 移動式。恭喜各位得獎的朋友，我們會有專人。